香肠在铁锅上煎烤的滋滋作响，香味四溢。这是在安乐区陈上城社区外面广场，由陈上城社区管委会、陈上城商场管委会、宇阳文教基金会、享乐友好会以及英安里办公室共同推动下，在周末所举办的享乐圆游会，邀请到包括又见静好香肠蛋饼车、七堵炭治郎炭烤三明治车、野老板窑烤餐车披萨和偷尝靖国果汁车、冰柚甜品屋等许多著名的餐车美食和爱玩乐团，让社区居民们可以在炎炎夏日的周末午后，全家大小一起享用美食、听音乐，同时捐出发票做公益。这是在陈上城一楼的飞马广场前面，由我们陈上城的管委会，还有陈上城中的享乐友好会，加上宇阳文教基金会三个单位一起合办这次的夏日圆游会。那主要是说，趁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然后聚集了我们基隆很多在地有名的小吃摊位、小吃商家，一起在我们陈上城前面，然后来去推广美食，同时之间做一些公益，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可以享受一下我们基隆独到的一些特别美食。其中公益的部分是借由每个人所捐出来的发票获得折扣券，然后再进一步的我们拿来捐给家福中心跟其他有需要的单位，让他们在炎炎夏日也可以获得一些公益的协助。会的用意呢，是希望呢能够筹集一笔钱，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公益。我们享乐友好会有一个饮料摊位，我们的盈余会拿来捐给安老院，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一起跟我们做公益。社区居民们也闻香而来，扶老携幼踊跃参加这次的圆游会，全家大小一起享用餐车美食，开心的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